同学生看电视。小学小白兔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，妈妈我要看电视。那妈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答对了妈妈就给你看电视。好好的，一加一等于几呀？等于三。呀，小鹿真棒。那妈妈奖励你看一个小时的电视，你想看什么？我想看小猪佩奇大战奥特曼。好了，可以看了。好的，谢谢妈妈，妈妈真好。初中。这也太搞笑了吧，说多少遍了，看电视眼睛不要离那么近，眼睛会瞎的。知道了。你作业写完了吗？就知道一天天看电视。早就写完了，写完了我才看的。早点睡啊，明天还要上课，睡的时候记得把电视关了。糟了，都三点了，作业还没写呢。完了完了，怎么一看电视就忘记写作业了？要是我开灯的话，老妈肯定会发现的。哎，要不拿手电筒照着写。小鹿你在干嘛呢？妈，我背书呢，听说晚上背书记忆力比较好，记得进去。大晚上的背什么书嘛，都三点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起不来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完了完了，作业写不完了，明天肯定要被老师叫到办公室。都怪电视，下回不看了。睡觉。高中。这部剧真好看，今天一定要把它看完。这部剧的女主人太他妈造孽了，那么好的男人她不爱，那偏偏去了那个装高冷的啥也不是的傻逼男主。希望这部剧的男人和女主在一起，让男主一个人孤独终老。终于看完了。怎么七点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，咦，八点上课，还有半个小时可以睡觉。